实习生超白目，惹恼众人。我们开刀会进来看，就是医师在开刀，就不小心弄到那个地方在流血。那个实习医师他看到在流血，然后就实习医师就问了一句话：“医师，所以现在这个步骤是在放血吗？”然后胎膜生不出来，就是要拿钳子把它夹出来。医生就说某某某去拿那个钳子，就回来之后拿了一个老虎钳进来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